不辣要演，到演出来很难演。你都会不会演的比较夸张一点？他们三个都好浮夸，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他们吃的是什么？好吃的小辣椒，小辣椒就是一些煎饺类的。哦煎饺，小辣是小辣，小辣的，微微辣，微微辣，微辣的煎饺。对，然后两位是无法无天的辣椒。哇哦，就这种。哇哦，明佑，你不太能吃辣，对不对？我其实蛮爱吃辣的。哦，那干你干嘛脸揪成这样？好像一副、不是，因为我想说，如果没吃，怕不多辣的，难演呢，对不对？怎么会？是不是？因为辣，你知道眼睛要红啊。你是不是现在就开始了？哇，就开始演了，被拆穿了。好，你们想先看谁吃？中间那个，哎，明佑先嘛。来，蔡明佑先的，来，请尝，试试看。什么？正好辣！第二个要看谁吃啊？然后你们两个应该有一个吃没吃到，恭喜，剩下两个，因为我们这个按照自己选的嘛。看我了，你们俩有一个没吃到了，来走了。记得到地方跟家里报平安。好的，妈妈。哎呦，每个表现方式还不一样了。哎呦，哎呦 ，OK， 你应该没吃到，你不好演哦。来，岁末年终大会考。不辣要演到很演出来很难演。你都会不会演的比较夸张一点？来，你们觉得是谁？他们三个都好浮夸，怎么办？我连在我这么近都看不出来。你觉得嘞？小玉是吃到了啦。他眼睛都红了，眼眶都红了。他可以憋气啊？没有，憋气一开始没有办法这样，因为他不知道你的辣到什么程度。OK， 我觉得敏佑比较有可能吃到正常。你觉得敏佑或郭靖？他现在咳嗽，那就是他了。果然老奸巨猾呀！因为他含进去之后，他就开始在，他都还没咬，就是开始他觉得辣。郭靖眼眶也红了啊。眼球呢？红，那个血丝多了，最后没睡好哈。那好，选蔡明佑。好了，蔡姐，输了出来吃吧。既然这样的话，没有别的想法了嘛，是吧？来，剪刀石头布。我又是你输吧？无所谓啦，男子汉，对不对？剪刀，那你就去呗。没有。不是，比赛还是有运动家精神。好，来，剪刀石头布。没事，刚刚小帅多好。对啊，没事赢的。不能走过来才选。对，为什么？我可以来这边再选。我还没拿，能不能选？我们的赢家可以直接吃了。哎呦，他嗯，你选哦。不辣。真的吗？嗯。是吗？猜对了。已经占我们的好。真的假的？对啊。为什么？我是不是选郭靖或蔡明佑？对，可是不能绕过来才选呢。还闻不出来？我只是看你们眼睛而已啊。